早安，刚刚睡醒，要去吃早餐。这间酒店有涵盖早餐的，是吧？我们的房间出来可以看到海边。嗯，今天天气很好，等下要坐船出海喽。这里的房间酒店不错，很好。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它的冲凉房的水比较小，所以冲凉的时候没有那么舒服。其他都没有问题，房间的空调非常冷，睡得很香。我们的早餐在二楼，好像是在这个游泳池旁边啊，如果没有错的话。OK， 我们在吃早餐。看到吗？那边写 swimming pool， 就是去游泳池。如果你们有来加比奥朗，这家酒店可以来住，不错的。因为它的地点很好，一出去就是海边了。哦，早餐在那边哦 ，good 啊，很美的环境。看我哥哥们已经在那边了。哇，这个地方不错，这么大的地方给我们吃早餐。它是啊，一个很小的自助餐而已。啊？你只要包他的房，他就给你吃早餐了。他早餐就那么简单，但是环境很好，134块含早餐，太棒了。这里的早餐一个人是258。哇，这鸡蛋就8粒啊，为我们一人一粒而已。哈哈，做米六。好，慢慢享受你们早餐啊。Very good。我们是3间房啊，1间啊，1个海豚，1个半啊。哇，坐在这里吃早餐很爽嘞，环境这么美。吃饱了之后还可以游泳，游泳之后我们才去出海，坐船出海。吃完了，我们还在 refill， 不用担心。可以来了。真的蛮不错的，这个早餐。最重要是坐在海边听海浪声吃早餐。这里有粥、白米饭，还有这个鸡肉，这也是鸡肉。squeeze 果条，就那么简单。就我们的团队也在这边吃早餐。Yes，OK。在这里吃早餐，听海浪声，真的好舒服。慢慢享受早餐。这个是纸杯，看到吗？好特别。快点吃，我吃完看股票，我今天有股票，上港股票今天要干大涨了。嗯，吃完了股票大涨，刚刚好。这就准了，但这里环境非常好。那个水是会涨啊，上面嗰度。这是什么？酱油还是？上面嗰种唔同嘅，系嘛？啲水就。哇，这都要看看我姐姐来看，今天穿那么美哦。要出海了，可能。滚！快点去吃早餐，吃早餐。哎，早餐。
都是我们的团队在吃早餐。哦，你好，台面的桃子不做甜的、哦，昨天很甜。哦，昨天印度炒的那个。OK， 来啦，好吃吗？早餐好吃吗？哎呦，来看那环境啊，看那环境，嗯。我们吃饱了就在那边吃大炮了哦，等下九点之后才要坐船出海去玩。啊，北京哥哥，你看吃饱就吃药，哎呦！保健品是保健品啊，全部都一样了，我们都是一样。来吃的嘛。这边早餐，如果你的房是没有涵盖早餐的话，一个人250泰币，这样基本上两个人就500。最好是你订的时候直接订有涵盖早餐比较好。你们这边很难吃到早餐了。包括走路回去酒店回房，准备一下，等下我们要。要坐船出海去玩。我们房间在上面。哎呦，我们要出去玩喽！好了，全部下来啊！那、啊、这些就是要去要去出海的，他们车来载他们。Let's go， 解足尿。今天怕热啊，全部戴帽，看到吗？啊，看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们全部戴帽啊！这个还戴眼镜，我嘴巴吃塑胶糖。你看我姐姐也戴帽啊！哎呦，全部戴帽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去包一辆船，出海。但是我们不是去四个小岛的啊、哦，因为我们不够时间，12点之前要回到来。等下我们要坐我们的车，我们包着那车5天的车，去到另外4个景点，所以我们时间很赶。所以现在我们去包一辆船，11个人，就出海逛逛而已，不要跟着那种他们已经做好的那种团队，我们是自己出去的。澳南的早上和中午都是没有什么人的，因为他们全部出海去玩了，再加上现在是淡季哦，因为为什么会讲淡季呢？我发现到很多酒店都没有人住。而且昨晚上也没有什么人，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就很多人，那时候酒店贵，人很多，这次来没有什么人，而且酒店很便宜，200多块的卖我们百多块而已。你看它有标价啊，如果你要去一个对岸的海边而已哦，一个人100块，我全部讲泰国钱啊，100块泰币。现在我们要租一辆船，我们要包一辆船，2个小时，就是想在海上漂，海上逛逛，看多少钱。现在温着。你们来到澳南哦，只要这样的地方就可以问到的船票，全部在这边买。这间我们谈不妥，要找过另外一间，因为他们的那个价钱不一样。我们在问这家，有很多家的，所以一家一家问没问题的。因为人多意见多，因为我们不想去太久。
他们在巴根价钱，因为他们要的很特别的一个里程。不一样啊，哇，那海浪！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回来这间，买200块一个人去和回的船票，就去另外一个海边。我们来吃狼鲨。哦，买票了，买票了。我们买看去和回的船票，去另外一个海边玩。哇，那边在吃狼鲨啊，都冻狼鲨。我记得。等下把它坐电车去啊，去坐船。来喽，我们车来喽。我们先上这辆 pick up， 上车上车。有交通上车呀？拍到吧？啊。再见，OK，拜拜。哎呦！怎么让你拿？我一看你婆子怎么让，我赶紧拿回去。去的船票100块，回也是100，泰铢。到了房间啊？啊，跑去房间哦。不必说。啊？不必说。在呀。我看到 housekeeping 来，哇，人家这么讲要搞你么？电话拨得多一些啊？我讲了几点多？把龙猫飞走啊！啊！不咯，只是去另外一边的海边而已。航程是15分钟。如果叫开慢一点，就20分钟。每个人的船票是100泰铢，回来的也是100，所以去和回是200。这个人就是要带我们出去的。哇，上船的地方这样的哦，看到吗？要很小心哦。上船要很小心哦，很滑很滑啊，很危险哦，要小心哦。弟，我跟你讲，很滑，你不要来跌倒，我跟你讲啊。OK。No problem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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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。太过刺激了啊！不要开玩笑。
来慢慢，因为我要拍视频，没办法坐在这边拍，留下我们最美丽的功夫。慢慢来，慢慢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哦，成功，成功，全部没问题，厉害厉害。你们要上船了吗？我在船上等你啊！一个人只剩100块不了，累死。啊，别见到傻叫瓜皮哦。是渔船来了，没有船，好像你好像要送进去洞里面啦。谁要驾船，赶紧帮忙，站住这样。怕了，走路都有人站住我。老阿的讲，这是我老阿。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小岛，在海边玩。等下回的话也是上回这样的船，也是100块泰铢。你们不要拍啊，回去看我 video 就可以了。看 YouTube， 看 YouTube。来，金哥，来，耶，我们
钱大大的啦。那我第一个下船。落地吧。我为什么要第一个下船吗？因为要帮我们拍视频，所以我先下来，第二个就水哥下。大哥小心啊，有珊瑚哎，脚很痛啊。有那贝啊，有那个贝壳。所以要来这旅行哦，上了年纪不简单哦，没有那么简单。裤子是不用紧啊，不要紧啊，不要手机是吧？不要手机是吧？拉住了那个船队，你看我姐姐成功了啊！上了年纪要来不简单了，不简单，我拉住船被赶走。哎呦，中了船！来，OK。耶，没问题。小心啊，小心。不简单哦。三组，三组。记得我们船号啊，2469。没有啊。OK， 11:30啊，11:30到我来这边。快点！想坐那坐船，我给你上船了。坐上岸，炸了！哦，真炸了！耶！来！耶！你哥玩隔壁人啦，可以，不洗掉吗？刚才问他们说，坐15分钟就够了，太热了。如果上4个小时去 Four Island 的话，就很晒很晒。这里基本上都是按摩来，外国人、亚洲人比较少，都是欧洲人比较多，还有印度人很多，从印度来的印度人很多。这里就是叫做 Lady Bay。哎，我大哥，我二哥啊。还有我三哥也进来啊！来，水哥进去啊！来个水哥，OK 啊 ！OK， 哦，这是一个灯笼，你留着啊！来，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来，很好玩嘞！OK， 好。这里有个酒吧街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Lele Village， 这就是它的酒吧街。它的路很烂哦，要小心。这就是他酒吧街。哦，在这边可以住的。有点像那里了嘛，像那个这个地方很像 Coli Bay。泰国海滩几个差不多一样。它的方式有点像。
就是这样，酒吧街，你看他卖食物不贵啊，帕泰才八十块而已，啊，八十块钱帕泰，很贵呀，这食物不贵嘞，帕泰才八十块而已，还有卖椰水，椰水八十，最重要啊，啤酒就很平，是很吃啊，没有客人。找不到那个人，赶不了一个人。要把旁边杀就可以了。可以穿过来吗？我这边晚上也拍到了。这地方好舒服啊！哦，前面有厕所，去洗脚。他的厕所要十八，看到吗？厕所这样了，你把这个钱放进里面，他就给推进去了。我试一下，没有放钱，看给推吗？哦，没有放钱推不进，哈哈哈。啊，如果没有快，就不用上厕所了。这里原来那边可以换那个 ceiling。千块，人就可以上厕所了。阿明在里面啊？没有了，放室中了。哇，很多小壁虎，嗯，壁虎到处都有哦。嗯，就是泰国壁虎，全世界都有。泰国有，你们自己。你看这咖啡豆。哦，这个做成多嘛？哦，因为放很久了都，这边可以搅一下，咖啡就跑出来了。哇！我们刚弄一百，十三块，好舒服的地方。上厕所要十八啊 ，OK， 叫我姐姐要进去。来，我你看十八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一块三啊，马币块三 ，OK， 啊，放进这洞里面去 ，OK， 推那个门，推那个门进，啊，推，啊，钱包要提到啊，钱包提到 ，OK， 没有，来减肥，厉害啊，啊，我哥哥，来进啊进，进去了，放钱进去了，可以走了 ，OK，OK。这样子啊！哎呦，用屁股这样子啊！啊，出来啊，出来啊，这样转啊！你出了手了，你人人就可以进了。啊！啊，这边进来进来，哎呦，不能进，哎，进不能出。我没有你啊，我没有。很好笑啊，会进不会出啊？应该是从那边出的吧？是啊。买单。现在如果我们不要给钱哦，我们这边啊，从这边。真的进吗？万岁哦你，不能进。我不能进 ，OK， 你出来出来。你给拿那个啊，不能进哦，但是他就不能退不回啊，这边这样挡着了的，退不回啊，只可以这样跑。Very good 啦 ，Very good。我们在研究啊，那个厕所的老板那边顾着，你看，所以他们很厉害哦，他们很厉害。这个东西哦，只可以转一个方向而已，就是讲你出的时候也这样出回。但是你推不回去了的，看到吗？推不回去了的。啊，出！出哪里？从这推啊，推。啊。推回当然。OK， 推这，推啊，推。肥人不能进啊！肥人不能进，太肥人。推个门是啊。啊，你看你还可以进吗？不能进啊，这样子，不能出两三了。刚才我从那边出吗？不，哎，出到太肥人不能进啊，这个。刚才你们没有小白？来，我给姐姐拿一粒。有一粒耳朵闪得了，闪着，闪着也是可以，闪着不可以啊？这样换给你吗？你看我有两粒啊，不能用，所以要去换一粒，所以我去找这个估厕所的人换。OK， exchange 啊，这样才可以进。OK， thank you 啊。所以我换了，为了视频没有办法，我要换一粒。现在我放进去了啊，放进去了。OK， 我要推，刚进去。哇，我这样肥，我不能进哦。我终于进来了，你看他厕所，哎呦，他厕所是这样的，好玩呐、啊！这是男的，女的在这边，女的厕所在这边。OK， 厕所也要拍给我们看了、啊。对，现在我要出去哦，
我要从这边出去，这个方向推出去就可以了。太肥人真的是不能出的，所以这个厕所我是在泰国才看到有的，这边马来西亚完全没有看到。那个厕所太肥人不能进啊。哥，这边很像 Colibay， 很像 Colibay。因为我们上次去 Colibay 就感冒了，啊，感冒的。这个是晚上卖的，卖吃。这里真的很像 Colibay 啊！上一回我去 Colibay 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满身汗啊，走到。哇，这鸡腿好溜。要吃鸡腿吗？不要了。没有人管。你看我三哥，我姐姐，我大哥，我二哥，哈哈，我们全部给在一起了。我们兄弟是最 steady 的。纹身，你刚刚要去纹身？啊，去纹身啦，走。谁要打赌？这里。哎，我打给你钱，哎，我给你钱，你打赌。哇，打赌身体哦。你看打肚子 so nice， 哇 ，Yes， you are best， 哇 ，very nice， 这里叫做 Lele Family Restaurant， 以前不可以，我的舌头啊，它嚼不到，所以很难叫 ，Lele， 舌头，那个舌头嚼不到，要喝啤酒吗？要，要干嘛？不要了，我又睡了。全部换了，全部换。这是叫做跟风。等要，这里不美呢。来到这里啊，就是要喝酒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还有水哥来，哎呀 ，Cheers！Happy Holiday！ 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旅程啊，最贵的是我 video 啊，因为你们留下你们美丽的回忆，所以你们要看的话，去 YouTube 直接看找 Delta On 就可以了。Yes。跟我大哥很少喝酒，今天特例啊，喝酒啊！我二哥跟我一样难喝，酒鬼，哈哈哈。哦，这边可能就是行前那个岛喽，另外一个岛。还有 Dead Cat Clinic。饱了，饱了，等下他来啊。啊！还不走啊！涵盖，涵盖。所以啊，偶尔来这样地方啊，休息一下，放松，很爽啊。这里有一个厕所啦，我们会用了，这次会用了，知道了。猴子会抢东西啊，你们小心哦。哦，嗯，哪这边还有一个？那个小智受伤了，不要救吗？请不要喂猴子啊！哇，老伟那边对面，他管一千太多啊！这猴子会抢东西啊，你们小心。好多猴子啊，小心啊，没抢东西啦。嗯。你们来那个凶，很坏哦。还在装修哦。我是大智，这是老。老猴，哇，这个什么？我要你的钱到了，你的到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哦，你看我大哥、我二哥、我姐姐，哈、啊，好会自拍，他们好厉害。哎，进来进！你的酒店那边呢？给这样，墙壁那边挖洞挖洞，看你花没有？没有啊！难怪这样拍几美。哪？你看哪？这样。他那个是坏人啊，哪没有挖洞啊？那个。有洞很重吗？啊，这个山洞啊。哇！哇，这边很凉哎，很凉爽了。你看这山壁跟太阳美的，山壁。你看我姐姐摆 pose， 哈哈。摆美美啊，我给拍 video 啊 ，OK， 等一下，啊，我大哥，你看，这样的时候也会喝酒哦，天都会下雨了呢。
哈哈，没有喝酒人。居然有车进来了。这辆摩托车好溜，回来先。这里一个 cafe。再往前直直走，不知道去哪里。哎，这边可以上去嘞。哦，看这边没。啊，这个矮人刚刚好给过。矮人刚刚好。哇，你好姐姐，刚刚好啊。太开心了，他这样矮刚刚好给过，跟我一样矮。嗯，这边还有庙，嗯，这个一个旅程就是随心所欲，去到哪里玩到哪里，开心到哪里。哎，这个树生长在那个石头上面，看到吗？哦，太美了，这个洞里面就跑进去哦，不知道什么里面有星星啊，怎样？有，这个树啊，好厉害哦。他跟着讲，刚才我又拉着船边的人走啊。到。哇，这只小狗好美。过水。那这什么狗眼睛这么大力 ？Hello。你生锈了啊？啊。还有。嗯。有生意要开始。这是大麻。哦，大麻。嗯。给拍完了。给了。你要讲吧，哦，我去吃这个大麻条鱼。这种生意是难做。没有游客来就是。你看我，我看你快乐。哇，这个球很久没看到了，这叫做 Sepak Takraw。多难啊！啊，买了以为去踢房我都。在马来西亚很难看到了哦。很小都踢这样子啊，藤球。藤球。用藤做，我老那个哈皮蛋很贵的，有好多树根哦。这个红树林，我姐姐看到什么都要拍了，哎呀，一直帮她拍照，你看，还要拍红树林。拍它根呢？有拍了。这是红树林，你看它根。我们在红树林这里，看到吗？我们家是比较尖、比较高的，这里你看这个比较肥的这个树。这就是摩天尼哥。哦，我们船在前面不了。啊，这边可以看到船了。晚上走没有过，对吧？这里不能上。这个五星酒店呢 ？The Sen， 五星级酒店。很厉害，很耐，知道吗？这个很重，知道吗？拉那个不拉拉杆箱啊，全部背这样子啊，是吧？然后背这个。那哎，这边上船没有问题，你看有那个什么的。不，你看我们那去，他们咖啡机没？你看，所以你们的好钓那边啊，你要好钓那边也可以这样这样做。你看吗？这看到你要钓，还是要反应？坐船喽。这个绝对上去比较安全喽。用四大碗。
哇，这里就不错嘞，上船。好美啊，这地方。Yeah. It's not good to the. Not our navy too now.如果在这边上船，不是回去我们那个地方，所以就不能够在这里上船。哦，我们终于出来了，回到刚才下船的地方。Hey, hey, coffee.这边海边太美了。这边阳光之下的海边是哦。是太热了。太热，难受。嗯。你老可以顶哦，能不能哦？他们能的。你不是白的，你可以顶。他们喜欢晒太阳的。我们要去晒给他黑的晒嘛。会晒伤啊。哎，后面两个是那个什么的。你看我大哥也学到我们 shop 了，来到这边，厉害！我大哥厉害，拿到十五分呢、哎，我才拿到九而已。全部到了，全部到齐了，到齐了，给上船了，上船 ，Let's go！ 到底有谁 ？Let's go！ 不要紧，大人，无代志。你看，无落雨啊，一天正水的咯，哦。好美哦，这个沙滩好美啊。OK， 人来齐了 ，Let's go 上船。我们跟船夫约好了11:30，所以现在上船。好晒啊！晒太阳不会热没有？好晒好晒啊！来喽，我们上船喽！哇，你看上船是这样的哦，要下水了。小心啊！小心，小心！啊，来，小心啊，小心，慢慢。要慢慢爬，慢慢爬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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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
好，这边 OK， 慢慢来 ，OK 了。这边没有没有，来坐这边先，因为他们全部去吃一边了。OK OK， 没有烂没有烂来啊。OK OK， 等一下下船才怕，那边很滑。要烂要烂。看，好不好玩？怎么？我们全部吓到小便了，死不死了？怎么了？我就拿不上去。我一开眼睛啊，砰！跌过去耶。啊，发了。他们在研究怎样开船，都拿电话来开船了。他们要买一辆船来这边开做生意。也就讲，也要钓很小心哦。Let's go。以前做渔船那个人啊，从年轻做到老。收，来，慢慢来啊，小心啊，很滑的石头。坐好先。有没有叫水？不动了。我没有，没有拉绳子啊。你看上下船不简单哦。小心，小心。慢慢，慢慢。上嘛，那是。来来，下下下，慢慢啊。
坐这边啦、啊，给他 balance 先，不然的话他吃一边。所以要来这边玩的人啊，看他、啊、上下船是不简单的啊，所以要很小心。这一次就是我跟水哥两个最后下船了啊，因为我们要坐在这边给他 balance 那个船，不然的话吃一边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这样慢慢返回来，返回来。哇，下来这里啊，水很肮脏嘞，回去要赶快洗脚哎。小心啊，很滑啊，一定要穿鞋哦，下面有玻璃。看到吗？这个地方很危险哦。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啊！你看，爬着上去，小心啊，很滑啊！小心，小心！你看那边还没有楼梯下的哦。前面那个，你看。楼梯要下走江沿啊！看水哥有爬山了，很容易啊，随便走都给上了。看到吗？啊，看到我们有爬山的人啊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脚步多么轻盈。嗨塞，我就最后一个上啊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，非常简单。好喽，没问题，平平安安去，平平安安回。为什么泰国政府不做一个桥给大家上下哦？奇怪。我看你们看了这个视频啊，可能你不敢要参这个团，因为它的海水很肮脏，看到吗？它的海水很肮脏。看、啊、抱着孩子这样，没有穿鞋很危险的嘞，没有穿鞋非常危险。很多玻璃，没有穿鞋的不会走路。加耳机，这样情况你们还要去吗？以后还敢吗？再挑战，没有问题啊，再挑战啊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哎呦，他刚才有用车送我们来，现在要叫我们走路回酒店。刚才我们是他船可以，幸好大家安全去，安全回来。这样就是最好了的。现在回酒店休息一个小时，啊，冲凉洗裤子，我要上视频。你看，全部人全身湿到完了、啊，回去洗裤子，洗裤子。这个桥，你看，这个桥他们就可以做，为什么不做一个给他上下船？他有做的，他们有做四季在这里，看到吗？问题是退潮就上不了船。我们用了半天的时间去一个小岛。回程没有人载你回来的，要走路回去酒店了。要坐嘟嘟，要坐嘟嘟啦，不要坐嘟嘟，要用自己的脚嘟嘟回去。以后都没得走啊，七老八老啊，嗯，很近，这边走回去我们酒店很近而已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叫我们走路是没问题的，我们是最厉害走路了的。全部可以走路了，没问题的。前面我们酒店就在前面了，我们回酒店休息啊，我们的车来了哦，8187，所以等下我们就坐这辆车出去玩了。今天就是一个船一个车哎呦，时间不够用，时间不够用。